我借老师们多放点钱。哦，兼顾学校和更长远来讲，现代学校制度民主化的监督，它才能够慢慢起来。从现代学校制度民主化管理的角度，家校合作需要独立于学校的第三方的组织。产生意识到这个问题，并且有所实践的地区。